殉职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出席 AI 教育年会论坛的时候，他承痛表示，自己担任过警大校长，有很多消防弟兄都是他的学生，收到这样的噩耗，心情相当的哀痛。除了向家属表达哀悼之外，也邀请与会的所有人士一起默哀一分钟。身为我是一个警察出身，也是当过警大校长，这些消防弟兄很多都是我的学生，因为同样的出身，同样的感受，所以今天听到这样一个噩耗，这么多人伤亡，我要在这里向英勇殉职的消防弟兄及家属献上我最高的敬意及哀悼，也对在这个事件，不管是我们的消防弟兄、民众，但愿逝者安息，生者早日康复。所以想借这样一个机会，请大家施力，为这些英勇殉职的我们的消防弟兄，以及我们伤亡的民众李警校们，大家用肃穆哀悼的心情祈祷他们每一个人亡者安息，能让伤者早日康复，是不是？我们大家肃立一下，默哀一分钟。